我会沾会牵，但是不是像刚刚那样牵，因为刚刚穿礼服就这样牵，那平常就牵手。那你们两个出门也都会牵手？对啊。睡觉也会。同事，对。对。他到底是怎样会？先是很好的朋友，然后一直出去吃饭，你会傻笑。一直出去吃饭，我在想啊，我在想、啊。就是常常一起去吃饭，跟生蚝三个人，那时候拍戏力的时候蛮开心。然后渐渐的就变成了这样，三人一起就拍吉他。没有啊，就因为有时候，因为我们两个是单身啊，对啊，但生蚝不是啊，对啊。